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。今天跟着老师画一画，要来学画兔子。首先，我们画一个圆，接着画它的耳朵，长长的，然后在下面画脚，还有它的背跟身体，然后有一个尾巴。接下来画它蹲着的后脚，一个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画一条线下来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的脚，它的前脚，接下来是它的眼睛。然后可以换一个颜色，在它耳朵的地方。这样兔子就完成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老师还准备了其他的兔子画法，你试试看，模仿着画出来吧。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